起来一下，看一下他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好，那不然再把它放回去给我们姐姐拍一下。来来来，把它放回去。2812。再把它敲破就可以出来了。我们应该不能。香香可以送点心在那个鼻子哦。用哑铃，用哑铃。哎，不是哑铃，哎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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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来，现在各位看看有没有哪一些很像宝盒的东西。宝盒在哪？那个里面没有，那个里面没有，没有没有啊！哎，东西要把它关掉，你家厕所没有？来，那个里面没有，那个里面没有，那个里面没有。哎，来，好的，好，来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是宝盒，哇！我们是门没关呢。现场有什么？哎，宝盒，哎，给大家看，不是给我看。宝盒转过来哦，就跟大家一起讨论。脚印，脚印。看到了什么？直接用把这个用一点拿下去。现场有什么？我的脚印，那个拿小牌没耶？哎，不是拿工具，这个东西不能拿。对，来现场，哎，你看。还有贴一个橘色，去找有橘色的东西。X， 而且 X， 门没关。你刚刚是不是有看到脚印？脚印，脚印，脚印会出现在哪里？那里，地板上。脚印就在这边，我们踩在。看到一个脚，还有还脚。然后再盖起来，稍微摇晃一下，对。然后剩下的呢，先放好，然后把它。有没有先做吗？怎么可以做吗？大概拉伸出来一个，就是模型。他就已经是把他说这个。你看到我遇到什么样子？我把上面的盖子。对，这空间太小了。哎，上面那个太小了。记得，我再讲一次，射击的时候三点，枪前面有个点，白色的点，这两这后面有个凹槽，记得把这个点准心，好、哦，三点一线把它看准了，然后再对着你的靶心靶子瞄准，手要打直，手要打直，好、哦，记得这个动作，手打直，闭上你的眼可以，闭眼可以，你就是把三个点点。成为一直线到你的靶，你的靶对准之后，再开始射击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教官准备，开始射击。